他就喜欢那个小汽车，就那种感觉。那到了三五十岁、四十岁的时候，你会说这句话，你说都不说，他直接吹口变成了，心理年龄不够嘛。所以佛对人力他那些小乘弟子讲放啥，他都是啊，持戒能成道，持戒能成道，都要前边那个辉煌的前景给描绘的灿烂一点。然后佛弟子啊，有神通要实现点神通啊什么，啊放光啊正点，哎呀，他看见那个玩具了，把这个扔了。其实是包括阿难都是喜欢佛那个头上放光那种像。现在我们没有正三生圆满的，他看不见其他的，怎么会放？但是呢，魔王也会放光嘛，其他道也会放。到后期释迦牟尼佛不在了，其他又说其他的不能有神通度众生，你头上放光不算，你头上放光众生要跟着你走，谁知道是不是着魔道了，众生会就是好奇嘛，神通。但释迦牟尼佛当时人家就能放光摄受弟子放在那，我就放光了，哎你不是看见我放光好看吗，那你就跟我学吧。但是人家的力量大，你杀来了人家就转了你了嘛，他不怕嘛，无畏嘛。但我们现在老是转不了，如果来了个天魔道他搞不定嘛，转不了他就怕嘛，就不敢用放光吸引众生，他就也不能用神通，而且怕弟子们开始那种好奇，因为诱惑或者是因为欲望来去入佛道，法性错了等等，最后得不了佛果。其实始终还是就是全权之心吧，就是哎呀，怕你每一念都发错，然后得了不好的果报。就是护持你的，呵护你的每一个念头嘛，就是他才那个界定一点一点说。就是没长大的时候怎么也疼，你知道吗？就怎么也疼，怎么也疼。就是十岁的时候，你让他把那个汽车扔了，他，哎呀，睡着也好哭。梦里边梦见也是别人欺负他了，然后哭，然后呢，十几天为了那个汽车茶不思饭不香，觉得哎呀，没有汽车活不了，没有那个小汽车玩具车活不了，就是难受嘛，没有那个玩具车身心难受嘛，煎熬嘛。他再长大就不玩，一样的感觉，你看就是沉到你正量上了，你就不玩的那种感觉就一样的。有些事情你说放刹那就放下。拿起放下解读一种，反正就是说对你来说就是没有那么难，这个汽车可以拿起玩，就是玩个小汽车嘛，不就是哎，放下又怎么样呢，拿起来玩也不是说小汽车，你大汽车你都会玩，不会玩个小汽车是不是？但是你要十岁你真的是玩不了，但是让你放你多疼啊，放啥呀，大家不敢吱声了，好像放不下，哎，都放不下，而且是觉得自己就是那样的，认知上也有问题，觉得自己，佛说我们没有那些习气，你不会喜欢小汽车的，你是如来，自己心里慢慢坐那儿想一想，嘀咕嘀咕，我还是喜欢小汽车的，然后自己不敢认那个如来呀、啊，因为佛说你，这就像你十岁，如来有八十岁说，哎，你迟早会放的，那个小汽车没啥，你迟早会放的，你长大了就会放的，他说。他咋也想不出长大是啥样，他就心想说你本来就是人嘛，你本来就是人嘛，人不会有那些，他怎么，哎，他就想心里想，我现在还是很喜欢小汽车啊，我就不敢认嘛，不敢认自己长大的那种状态啊什么，不敢认。因为觉受心里难受嘛，疼舍不得，觉得没小汽车的日子好难过啊。确实难过，蛮难过的。小孩子就得玩小汽车嘛，就是玩那个玩具嘛，玩具车嘛，他没有玩具车每天无聊嘛，好难过，你从他手里抢那个汽车简直就接杀了他，那不是杀他吗，那都我跟汽车同在，我跟小玩具车同在，是不是？你就只能是说，哎，慢慢等着他长吧，那能怎么样呢，也没有什么好或者不好，只是说那个小汽车不要让它牵挂住，把它挂住，挂在三界里。没有玩具就不能活。你不是也有不能活的东西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有玩具脑呢？举个例子吧，就是啥也是嘛。你只要一直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不能活，都是玩具。对啊。佛法呢？一样。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一直这个玩具呢？你没力量吗？你认这个飘忽不定的生生灭灭的这个是你吗？你认错了吗？这个东西它是空虚的，它是没有力的，它一定要抑制一个东西，甚至抑制佛法，抑制佛陀，
他没力量嘛，他正因为他是个幻境没力量，他的心就空虚啊，他一没有意志他就彷徨了，一直执着，一直事业，一直亲人，一直一份感情，一直一份甚至喜欢的东西，或者你看很多人赌博去是为了安心就不安心嘛，为了安心算命，或者是我去收藏品，反正总要有点爱好啊，琴棋书画等等，他抑制了一个东西他就心不动了，晃。佛是破相，就是把你所有意志抽离了，抽离以后你发现自己，他说你自己也是虚幻的，就是连你自己都否定了，他是四大皆空嘛，你是幻的，他不让你抑制任何东西来体现你的自我价值，你如果不抑制任何东西你实现不出价值，甚至你说我是个成道者，这都是抑制了佛陀跟佛法，头上戴了个光环坐在这儿。但是佛法它最高的境界，它是金刚经破所有的相，佛相、法相、菩萨相全破以后，它就把你破空了，就是你这边不能抑制任何东西来实现你有一个自我价值的，你是空相，你是没有的，你它这个没有就是说你是色空不二的，或者是你头脑里边这个所有的意志跟妄想要停下来，你有一个意志你就坚挺着站立在那，就是我执就不能达到无我，你有一个意志是想把自己体现出来吗？否则你要那个意志干什么？但是一开始修行需要一个意志嘛，比如说开始意志佛，意志佛像，意志菩萨，意志什么也对的，因为这是个正向意志，你不能开始你啥也不懂散乱你就去一直打吗赌博，一直吸毒，你那个一直你就堕落下去。开始正向一直，一直善知识，同行道友，一直佛法，一直佛像，甚至一直寺院道场，一直都是对的。但是最后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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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，所有的相都不能一直，然后你就消失。你跟一直是一起的，这边没有，这边就不会有，就我执就破镜了，就法相、蒙智相这些，就通通通通通那个妄念就停下，就破镜以后你就清净了。原来本来清净，这就是那六祖说的本来具足，本来清净，本来就开始进入法身境界了。一开始就是抑制这些，因为没力，那抑制起来的都叫自我，那都不是佛。但是因为我们看不到，不知道佛是什么嘛，因为佛是情相妄想的你啊，但是你看不见佛是什么，你好像破自己的时候，佛又不知道在哪里，你好像就茫然，就是这个就。那么刚开始你可以把你自我，就是这个自我还有你意志的东西当成一个大海里边的水泡，当成大海里边两朵浪花，通过这个浪花来寻找大海，因为浪花停下来大海就呈现了，就说你这个虽然是个假的，但也不是无缘无故假，好像从大海里边没有大海你也没有浪花是吧，你不能抛弃浪花找大海，你的通过浪花看到大海，哎，你这个就像个浪花嘛，哎，比如这个幻象嘛，但是其实从第一地来讲没有大海这么简单，因为我的佛是无形无相的嘛，空相嘛，所以其实这两个浪花根本跟佛没关系，它是个幻境，三维投影，幻境投影它是怎么起来的，妄想起来，你动了个念头就起来，根本就没有，动个念头只是个念头，然后你认为有，所以最后到最后是转念，然后空性就无处不在了，你就知道你是谁了。当把这个一直两个浪花你也破镜的时候，如来相，这就是破最后的我执，你把大海破了，哎，大海破了，佛相破了，众生相就破镜了，我相就破镜了，就是一直在破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但是一直到最后一直还在破，就破没破镜嘛，就破镜以后，然后空性就无处不在了，你就感觉你就证入了吧，差不多。安住在那个正量上，然后继续修修气脉啊，修是这个色身的转变啊，这个就涉及到因缘了，有些东西要有些缘要了的，或者你的肉体转不了，你修报身的时候，在心性上你要有些，其实身心是一缘的，心性上也要了一些缘，了完肉身也在转，但时间太短了嘛，因为我们活得太短，就在有限的生命你了，有些缘可以了，有些缘有因缘不具足没法了，或者是什么哎，你可能就修不成。报身就神通圆满这些，但是如果你从正定修，就是一开始离情趣淫性破镜，离情趣从入正定修的话，那在这个过程中神通已经开始出现了，你要需要修神通的话，正量等级就开始出现，如果你入不了正定，神通很小，几乎也
因为你聚不住能量，它不是没有那个功能，是你这个灯就是这个电量不够，你永远力量冲不打不开这些天眼天耳这些。但这个需要离弃去，就是出家，就像那些出家人那样走，那样就快。那可能有一些五眼五神通嘛，在路上就有了，就可以出现阿罗汉的果位上的神通啊、境界啊、神变啊那些。